哎，东哥，你拿那么多水桶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下礼拜我就要到山上去露营了，所以我都带一些水桶，准备到山上取水用的。啊，这样太麻烦了吧？而且你要走很多的路，然后再加上最近山上都没有在下雨了，你这样取水可能也很困难。哇，那要怎么办呢、啊？哦，那我来为你介绍这个轻巧取水器，它有一组架子跟取水器，你只要准备一桶水，它用起来就很方便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很方便，而且不太占空间了。对啊，你只要煮在山上的时候煮菜或者是饮水都很方便哦。哇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好，决定了，我这些水桶都不带了，我来买一组这个。好啊。